Hey， 我是冷冷西西，我是微笑娃，跟着冷娃去旅行。我们今天就是奢华之旅第二天。哇塞，转眼间就来到第二天了，这时间也过得太快了吧？没错，我们现在在一个小巷弄里面，它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独栋的，让你可以放松心身心的一个地方。真的，那我们就来去看看吧。欢迎光临，出门，出门。好，让我们展现我们正能量，让我们的正能量更能够抒发开来，好不好？就是一种感觉，有没有？让我们一起升华吧。跟你讲，它一进去就有很香的芳香哦。好，那我们进去看看吧，走。超香的，它其实这个味道啊，进来的时候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种放松的感觉。然后这个芳香的话，它制作是都是来自于法国，是 France 吗？对 ，France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进行我们的个人的一个一对一的访谈，然后他就可以了解我，带我去一起放轻松。我会依据您的咨询帮你做判定。一个巨星。因为我有对睡眠的部分比较严重，是因为我有在吃那个药物。嗯，对对对，对我本身有那个有忧郁倾向，就大家都对，大家都有。对，所以是变成说我在这边的话，就是觉得填这个对我来讲好像比较困难，因为我就是自己也没有把握自己睡觉的时间。没关系，你有的你就把它填上去。吃太多药了，然后后来还有跌倒，然后跌倒之后我卧床一年，对，然后卧床一年之后就吃蛮多类固醇的药，就开始一直水肿，所以循环就真的蛮不好的。然后它刚有皮肤的部分，我以前有慢性荨麻疹，我在想应该是因为压力造成，对，因为我后来吃慢性荨麻疹的药，吃完一阵子之后，我换一个新的环境之后，我的病就慢慢好很多。我之前很严重，是每一天哎。我是一个比较容易让自己陷入高压的人，所以很容易就是全身紧绷。那你之前在就是按摩的时候，你比较就是做那种油压的放松，还是那种经络指压的穴点？都有，都蛮喜欢的。只要可以让你感受比较轻松，只要有放松的感觉，就觉得很好。目前以整个就是你的状况来讲，说比较针对就是第一个就是压力焦虑，那再来的话就是睡眠的问题。那我们今天可能也会比较着重在这个区块。如果你中间在课程中会觉得可能有一点饿，就先跟我们说，那我们在课程中间会把你穿插看什么时候用餐比较适合。好的，谢谢。哦，很好闻耶。再怎么香有你香吗？很香。我可以说这边随时保持一个香的气息啊。对，它每一个区域都真的有不同味道哎，来到更衣室又是另外一个味道。哦，更衣的味道。嗯哼。先上来一点。好像有点滑滑的。嗯。这样好像会变豆青眼。你即将要做的是一个 Newer Vice 的一个课程。对，然后即将由我来当监制这样子，什么监制？我已经准备好要接受我的考验了吗？等一下我们会有专业的同仁来帮我们做这样子一个疗程哦。OK， 那我们开始喽。好。我早安。早安。感觉怎么样？前面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紧张，然后后面会感觉越来越放松，越来越放松，越来越放松。你的脑袋是清醒，但是你是睡着的。啊，对啊，因为我一直感觉就是我在好像有海浪的感觉，然后有阳光。前面的话它比较紧凑，然后后面的时候它那个音频我不知道是我觉得很舒服吧，然后我就开始就觉得心情真的很平静。对对对，会有很平静的感觉。然后尤其是它海浪慢慢冲的时候，然后阳光慢慢洒进来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我好像是在那个环境里面，没错，我没有感觉自己睡着了。我睡着了。对啊，你是睡着，所以我们刚刚还有停顿了一下，就想说，哎，要叫你起来吗？对啊，因为想说让你睡一下。应该是说我感觉我没有睡着，我觉得我在一个舒服的地方，可是你们说我睡着，我才知道我睡着了。我觉得其实大概五分钟不到就
就有开始微导热身。真的假的？因为这个的话，这个仪器的话，其实它是针对像是情绪的部分，它可以快速的，它其实是满足大脑所需的。所以比如说你可能烦恼很多，很容易想事情，它是可以快速的让你就是进入一个很平静，然后好像来到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。对对对。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放松，然后很舒服。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是脑袋一直在想东西，还在想很多事情。对，但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想什么。没有，所以你也很适合这个。每个人感觉不一样。还有第一阶段体验结束。对。糟糕，才第一阶段而已。最早了。本身用脑过度，很容易想事情的话，就非常适合这个课程。对啊，我好爱乱想。哦，我就想，因为先来到这边，你先平静下来之后，我们再开始进行我们下面的课程。对，每一项课程都希望可以带来不同的感受，然后身体跟头脑都越来越清明的感觉。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了吧？你现在怎么有点恍神的感觉？没有恍神啊，很清醒。刚睡醒。但是我觉得脑袋是清醒的。哦，脑袋是清醒。专精式按摩处理。对，没错。哦，好，我要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我要先去清洁身体，然后清洁完身体之后才会趴着，这样器材就在这里。这边。对。我们要起来了，我们要去结束了。你慢慢的坐起来了。走完了，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哈。刚刚感觉就是它这个啊是用真空腹压。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，我是好像有热热的东西在上面，它会让你的肌肉就是慢慢放松的感觉，因为我看不到嘛。它还有按摩，还有用精油这样子去帮你推。对，在那个瞬间的时候，其实没有太大感觉但是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身体是松，会有比较放松。哎，搞不好你捏我肩膀会变比较软。适应的，但是有好像应该要软一点点。有比较软一点这样子，我要再去下一个疗程。好，好，走。欢迎躺在水上面。你刚刚也是躺在这上面吗？对，没错。我等一下会不会又不知不觉的睡着了？会。这样好，先生五分钟内就睡着了。静心产能在梦乡吧。水湾怎么那么美啊？你是说山很美吧？没有，这个整个背景，然后还有再加上你，哇，都超美的。果然经过疗程以后，人就是不一样，非常清晰可人呐、啊。还蛮舒服的。很舒服哦。对，好像有一种减轻疼痛的感觉、嗯，因为你好像有那种全身放松，放松完之后、本来会觉得很僵硬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是变得有比较放松。哦。然后放松完之后，你就会觉得说。感觉有一些疼痛消失的感觉。今天的晚餐，没错，这是健康餐哦。那我们就来享用吧。好哦。到这边的时候会换上这个袍啊，睡袍，它是超舒服，而且还蛮保暖的。它的设计其实也蛮好的。你看它不是像有一些会设计短短的，它刚好设计这个长度，同时保护到手。对。我是说，对我而言，我是觉得说马上有感觉，很多地方蛮堵塞的，对，蛮堵塞的，对啊，就还蛮。它尽量帮你疏通，有，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疏通。可是我觉得有比较比刚刚来的时候没有那么痛，现在气色都比较好，那个疲倦感还有，还蛮严重，因为昨天还是睡不好。我觉得蛮神奇的，是第一个疗程的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在睡觉哎，对不对？然后放松完之后，我就觉得自己是还有一点走不太出来的感觉，还是有点帮忙。对，我觉得我还在那里面，因为我就是记得我的场景，我是在一个地方，可是我好像有点拉不太回来现实那种感觉，会觉得好像我还在那里放空啊，怎么就回来了？那感受是。
没有过，所以我会觉得很特别。波的那个也是蛮特别的，你能感觉到它的震动。我本来还想说我绝对不会睡着，还睡着了耶。因为我是觉得蛮神奇的，就是帮助现代人，就是无论是焦虑啊、压力，或是像睡眠等等的，都是来到这边就可以，就是很尽情的释放掉。直接走，我们身体啊，基本上都在发炎状态。你有水肿，那些都是基本上都是发炎，一段时间的才会阻塞，不会水肿。就是你们不舒服，那这时候呢，你就去医院去寻求身心科，你觉得说我身心问题，其实根本不是那样。就是你要把它逆转回来，就是先让身体跟神经系统不要发炎，赶快抗下来。对，它荡下来之后，情绪上你就觉得就是有松一口气的感觉，身体轻松，就是脑筋会变比较清楚。对，这跟传统的方式真的太不一样。因为科技就是科学技术，它送波呢也是基于这科技上，我们不是随便拿波来那敲，对，它都测量过它是什么频。什么频率，然后值，那它的稳定度够不够？对，然后放在哪边？所以它在敲的时候呢，你为什么会很快的就？因为你的脑波立刻降很快，一降你就会，就会睡着，真的是放松的睡着。因为我平常睡着是的话，我真的要睡的话，我要反侧，就是一直反侧。之后你会将它进入到潜意识世界去了。到那个科学以上啊，有没有？那就是神的。就是神之笔，科学的进度就是玄学。吃起来，对，而且你还可以顺便吃朵花，很可爱的小花就是你啊。我说影响我情绪的人就是你啊。可以吃到花香和果香哎，好热。那东西都充满设计感，我觉得还蛮喜欢这里的，就是感官啊，就给人家感觉是很舒服。还有这个，这是夜绿素，这里嫩棒啊，它上面其实是有很看像草莓果干，然后紫罗兰、葡萄干，还有一些坚果类，然后还有天然的枣。对啊，它吃起来就是没有糖哦，可是它有自然的甜香味跟坚果香，然后还有花香，很好吃。它仿佛在往下之后呢，这个塔波就是浅睡眠、深度冥想。但通过阿法波之后到达了西塔波，基本上潜意识的大门就打开，你会进入到 self consciousness， 就是潜意识的状态。潜意识就是像一个大海一样，像宇宙一样，对，那是我们人体的记忆体。第二塔波一到达的时候呢，人体会 self healing， 就是自我疗愈，治愈能力会自动启动，会透过神经系统去修复我们身体。其他的地方，不管是组织啦、循环啦、各种器官啦，对，睡眠其实就是最好的冥想。准备好了，我也卸完妆了。哇塞，你卸妆跟没卸妆根本是一模一样啊！这乱讲，就不一样。然后原来是这样子，来，让我们来看看后面是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这个机器呢，我们等一下会有负离子，然后就是在我们的脸上，我们可以吸附上来。就是身体的话是远红外线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试看看，我们用完之后会有什么不一样吧？好吧，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那我们就整个疗程之后，我们可以来看看我们的肤况。会不会又变得更好？蛮期待，因为其实我刚刚有擦他们的保养品，我觉得还蛮好吸收的，因为皮肤还蛮干的。对，然后刚刚擦过之后，觉得吸收蛮快速的，应该是会有加成的作用。好，你要不要先喝杯水？好啊，他们这个都是有挑过的，这是法国的欧瑞拉的天然气泡水。对，那等一下的话，我们还会搭配其他的，就是像这个胶原蛋白。那我们就开始啦。好，开始。直接进来了。等一下，这个会30分钟。哇，你已经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不要紧张。刚刚感觉怎么样呢？刚刚感觉蛮特别的，你会吸得到那个新鲜的空气的感觉，很像在森林。对，然后身体是热热的，然后因为它温度大概维持在40度左右，然后我发现。我本身就不太会排汗嘛，但是它还是有排出来，
对，但是它很特别哦，它是会就是吸在上面，然后不是这样滑下来滑下来，现在感觉身体就还是全身都热热的。全身对，因为我后来是用一个全罩式的那个远红外线嘛，然后那个是修复，那修复的时候它那个热度还是维持在。那刚刚我有询问说，哎，那可不可以洗头啊？他说，你建议还是不要，让它那个温度可以保持住，然后等到回家之后再洗，要洗澡的时候再洗澡这样子。对，让那个体内的温度就是保留着，不要像就是像我之前不是都会都冰冰的吗？对，肚子冰冰的，然后手冰冰，脚冰冰。对，那现在都是热的。还有哎，有哎有哎，好温暖哦。是烫的吗？你居然穿搭你的温暖给我，我想这就是爱吧。接下来是量子音频，我们就是要开始做最后的阶段。这里啊，还是个水床啊。好的。好，开始闭上眼睛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神经病！哇，感觉一切还好吗？还好。没关系，你先放空一下。对对。现在放空。对。那是现在有一点点想哭的感觉。对，但还可以。对，就是因为可能。哎，宝宝，你那个时候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其实那时候醒来的时候有一点点恍惚，有点不真实的感觉，但是有在压抑自己的情绪，因为知道说自己还在拍摄当中，可能不要让画面太不好看，所以有在忍耐。到后面就会这个情绪其实是蛮难压抑的，然后就崩溃大哭，因为本身我就是一个很会压抑自己情绪的人。透过那个音频之后，你在那时候会有很多的画面，然后会有很多的回响。对，就好像你心里有一个暗暗的地方，然后慢慢找到一个亮亮的地方的感觉。也辛苦的，因为这个疗程其实也花了一天的时间。是我自己没有想过会变成是这个样子，但是从那之后，我觉得自己感觉我是一个很难入眠的人。做完之后的那一个礼拜，其实我觉得我算是睡得还蛮舒服的，就是至少是有好好睡着的那种感觉，对我来讲就是很不可思议。他好像有慢慢由浅入深哦。他是一对一的客制化，所以他是看我的状况做调整的，这个是以前我开不了口的事情。那也很感谢初能哦，这次参与这次初能的体验以后，让我把这一个身心灵可以更加的释放，然后舒缓。其实他其实不是说一次的方式你就会有什么样的成果，对自己来讲是一个疗愈自己的一个方式。那每个人的疗愈方式有很多选择，那这可能就是其中一个选择。好哦，那谢谢娃娃的分享，那就怕这个疗程这个奢华之旅就到这边结束啦。那喜欢我们的人可以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，那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